主料，鸡肉适量，黄瓜适量，胡萝卜、豆豉酱适量，辅料彩椒适量，陈醋适量，鸡精适量，胡椒粉适量，干淀粉适量，盐适量，汤适量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鸡肉切丁，用干淀粉抓下，油锅烧热，先放入彩椒、胡萝卜和黄瓜丁翻炒，再放入豆豉辣酱，最后放入干淀粉拌好的鸡丁，放调料翻炒至熟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